Yep. Is that the game they told us about and then they switched to short dead or something? Probably. Kind of saw it coming, I don't know. Yeah, 80. God, I doubt this one's happening. Sounds pretty good. Dominic 这边应该会盖牌，面对一个枪口加一位置的 open， 哇哦，这里 Brankinish 拿到了一手怪兽牌，那这个筹码量我觉得就可能会跟住了，而且 Brankinish 也会希望后面有一些短码玩家可以 all in， 所以他很有可能这边选择会 slow play。那正常来说都会三bet了，那只是跟注会是一个会出现的选项，还是 three or five， 还是选择了做一个三bet，对，依然是一个305000，而且这是第哦，那完蛋，啊，这手牌，这手牌，啊，我们紧了一整天的 Jayton 会。因为这手牌被淘汰在第八名吗？我觉得他有可能会盖掉。盖得掉吗？有可能，因为桌上有其他的短码嘛。那现在很靠近奖金圈，而且Bonomo 位置比较靠前。那 Kenny 去选择三倍的他。那我现在讲的是，因为现在接近泡沫期了。那正常状况来说，这个一定是一秒就推出去了。正常是绝对稳死的，可是现在因为是 Bubble Time， 所以。再加上 Jetten 刚好是这本桌最紧的玩家，所以我觉得一半吧，我觉得还是会推出来。我是觉得这里他很难盖了，他很难盖，这是很难盖，因为我刚刚就有讲说这边是基本上一秒就会推的牌，再加上因为你要想再加上那个 Brankinish 筹码又多，还有可能去三 P 一些热身。哇哦，真的盖掉了，对，真的盖掉了，对啊，哇哦。Bubble Time 这时候盖掉一个 JJ， 我觉得是蛮正常的。在后手只有二十多个盲注的情况下，真的盖掉了勾勾，哇，太有嗅觉了，太有嗅觉了！每场锦标赛就冲着冠军去，不太会在泡沫圈去避让。Yeah, that'll be one day. 所以我经常在泡沫圈撞钢板撞到。又来一个五，对。那在八人桌的 UTG， 他要推了吗？他选择 all in， 因为目前他的码量是十个 BB 不到，十个 BB 少一万。来看一看有没有人可以抵抗他。目前还剩两关。啊哦，啊哦，那我们的 Adam 是可以选择。call 了十个大盲，应该是会跟的。对，因为毕竟他剩下十个大盲，他所推的范围也会增加。对，而且也没办法了，因为他下一手牌是要做大盲，要付两个大盲。如果这里不去拿这手物推出去的话，那下一手牌打完之后，他只剩七个大盲。然后七个大盲的话，他应该的锦标赛生命是只剩下一圈牌了。现在就是刚好他是用 UTG， 所以 Adam 是在稍微犹豫。对，如果他位置再往前两个或三个，应该马上就跟了。啊，还是选择跟住。好，我们是一个 coin flip， 翻硬币看谁翻到喽。啊 ，Dominic， 我认为要夺冠的男人，应该不会被我奶死吧？翻牌击中了没有？又多了四个奥兹啊！如果掉一张八九 Q 的话，奥兹又会再度增加。现在是大牌都很危险，对，大牌都挺危险的。哦，还好，目前又顶住了。现在是一个23-77。看一看最后一张牌能不能顶住，一张 A， 一张勾或者一张十都能为 Adams 带来一个绝杀。哦，一张十绝杀，
我的 Dominic 出局了，没有创造奇迹。对，为什么我看好谁就会把他给毒死？好，这把有意思了，两个桌上最深的 chip leader 看来是要稍微对决一下。那很多时候 Kenny 选择三倍的，可是这时候他不会去在没位置的时候去挑战桌上筹码最多的人。目前在一个面 high 有一对 A 的情况下，他的 K high 其实是一个 value bet 在这里。然后 go high 也是不错的防守范围。好，抵抗了一个勾圈，中了一个圈。那我们的 Adam 还有一个后门花，那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再下注一条街哦。他期望把对手的五一对或是一些 high 卡打盖，那对手如果 ace 的话也不太会选择做 check raise， 那我觉得这边很有可能会再试着下注一发，看能不能把对手打盖。好，下了一个几乎满池的下注。对，啊，这里他即使面对这个，他面对这个下注，即使中了圈，反而会还是觉得有点难受，因为对手这个打法很像是范围里面是中 A 了。那我觉得 Kenny 如果他 flow 一个勾圈，很有可能会跟住。那唯一让他会有盖住的念头跟动机，就可能要算了 ，bubble time 扔你一把，不然这个圈其实是对 button 的 range 来说，这个中一个圈应该是会跟住的。River， 我们来看一下 River 会有没有来一个黑桃五、黑桃勾。Raven 超车，超车，再超车，对，实现了反超。那应该就是一个两方都会选择做一个 check， 对，因为两方的他的摊牌价值都很好，对，高，并且这个底池已经这么大的情况下，而且都会担心对方有 ace。哎，对对对对，因为你实在是像这里 Adams 是完全不能确定对手的范围里面有没有 ace 的，他只能选择过牌，然后看到对面是击中了圈，是非常的开心。他超级的无奈，真的。他本来就 flop 就落后了。对，你要想每年的 WSOP 和 EPT 这样子的主赛，这么多人去挤一个 bubble， 就为了可能$10,000+的一个奖金，都要挤很久很久。啊，对对，何况是这样子的一个 bubble。我记得 WSOP 如果主赛是在 bubble time 的时候，我记得如果你是泡沫男孩的话，他会送你一张明年的，对，明年的一张门票，明年的一个门票。对，好 ，Adams 这边拿到一个非常大的起手牌 Pocket Queens， 那我们的 Bonomo 在一个平常会跟住的十 J 同花下，这边会不会就直接盖掉了呢？这里盖掉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对啊，因为就泡泡期间嘛。对，因为你要看对抗的对手是谁，对抗的对手是筹码远远 cover 你，你的筹码量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哦，撞到了，这边真的算是我出乎意料了。偶像别死啊，好有胆哦！偶像别死啊，好有胆啊！哦，好吧，我们的波罗摩可能是被你给奶死了。哎呀，天哪，别别别！因为这里也有，因为毕竟 Adams 是一个 Team Leader， 他的开支范围非常广，对，而且位置也比较靠后了。对，
开池范围非常广，这下他撞了钢板啊，而且是隔离了他的上顺以及他的红桃圈的一个钢板。好吧，我们只能喊一下八九七。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凉了凉了凉了。啊，我们的 GG， 哎，我们的 Bonomo 居然就在边出局了。对，其实如果这个 board 是反过来发，就先发红桃四、红桃三，那可能还这希望还大一点。那我们的泡沫男孩是我们的 Justin Bonomo， 这位在去年叱咤风云的男人。嗯，昨天在 Bubble Time 的时候，我们的 Kenny 一直 open 的，就是 ZL off 啊，然后五四 off 啊。不过也刚好有时候这些开了一些烂牌之后突然来了个 QQ。 我们想要第一把牌就拿到 Pocket Kings 在 Cardo。 那这边我们看见 Haxton 拿到 A9 的牌，在只有25个大盲注的情况下，特别是面对 Cutoff Kenny 加注，他会做什么决定呢？其实我觉得这边蛮有很高 all in 的机会，因为 A9 大概是前10%左右强度的牌。那我们这样相信，我们在 Kenny 这边也会开的比较多。这也算是冤家牌了。对啊，特别是这种位置的情况下，这比较没有办法。可如果假设现在是一个泡泡棋，他 Huston 有可能用跟的或盖牌，不会在那边冒风险做 all in。对，因为他要担心比他少积分牌的三位玩家。我们的第一把牌会不会就有人出局呢？好，看着这边 Haxton， 他击中了一对九，现在给到了他更多的 out。现在任何九或者 A， 他可以拿下底池。一张四，我相信现在 Peters 看起来很冷静，可心里一定想说：“赶快出局吧，我就回本了。”这边一把牌出局，第一把牌就不幸的在这决赛桌上被淘汰出局了。他可以拿到第六名，也是630万港币的奖金。630万港币，对。那这边小盲位，这里 David Peters 拿到 A3 的牌，好快又要对决了。这个 case 也是一个轻松跟注的一个范围。那在这边两位玩家都只有十几个大盲的情况下，他们应该是躲不过的。那这里 A3 all in， 那这里 Jetton call， 那这边第二手牌我们看见又打了一个 all in， 一把 all in 一次，那也是因为他们筹码都太少了，就是在他们挤泡沫的时间挤得非常久。对啊，没想到昨天我的偶像 Bonomo 就这样子拿十 Z 桶花送头了。那这边我们看见 Peters 他是 all in 495000的积分牌，然后呢这边 Jetton cover 他，如果他输的话还剩275000的积分牌。哇、wow ！那这个翻牌对 Peters 非常不利。在这边我们看见 Jetton 已经击中了顶对，现在 Peters 需要任何四或者 A 才可以拿下底池。七个 out。啊，这个转牌并没有帮助，但是给 Jetton 倒带来了可以买花的机会，所以现在这里 Peter 少了更多的 outs。Lucky four， good old nose spotter。那这边 Jetton 拿到了同花，啊，顺利的淘汰了 Peter。那这边 Peters 他应该是这个比赛里还是输一点的，但是已经很开心了。对，
他其实在 bubble time 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十个大盲左右徘徊。嗯哼，哦，正好拿回，正好拿回，有点赚，有点赚了150,000车马费。他的 timing 也非常好，就是一般你在桌上跟 Kenny 打牌的时候，你比较抓不到他的 bluff， 然后呢，你想抓他 bluff， 他有时候就是打价值，所以打得好的玩家就是不让你猜透他的底牌到底是什么。那这边我们又到了 Adams 跟 Kenny， Adams 再次没有位置下，选择用 K2 跟住。那我觉得 Kenny 这边很有可能以他现在桌况还有他的调整，这边他会在有位置的状况下会持续的给对手压力。那这里发出来是 AA10 的面，现在战士 Adams 他是高张的 K， 战士还领先。那但是在没有位置优势的情况下，我们想看 Adams 到底是可以怎么处理这样 K high 的。那我觉得就这边如果 Kenny 选择下注的话，我觉得 Adams 是有可能会跟注的，因为在 K high 在这个结构上其实是还领先蛮多东西的。那这边经过 Adams 过牌， Kenny 下注50,000的几分牌。那这样 Kenny 他是不停的给对方压力，然后呢让对方处境就是很难打的一些翻牌后的状况。Adams 选择抵抗一个 King High， 那转牌 Ace， 那这个 Ace 掉出来其实对 Adams 是一个算是一个好牌，因为其实整个结构上没有太大影响，那对手有 A 的几率也下降到几乎不太存在了，那他选择在这个翻牌抵抗，他也不会觉得对手可能有事，所以如果再继续下注的话， Adams 应该是会继续跟的。这边和排出来个四，这边我常看到有些玩家直接下注一 BB for value， 而且对手其实也不太有什么办法来选择加注。嗯，我也看见 Adams 有下过一 BB 的这种注，这边果然下了大亨猜的非常对，下了一个非常小的注。也是这个底池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I think it's how many orbits you have, right? Never thought about that. 那他说，有时候有些玩家是计算自己有几个大盲，然后呢，有些玩家是计算 M 就是你有几轮的牌可以打。对。现在还有人在算 M 吗？还是有吗？我觉得如果现在是他们执行这些大盲的前注的话，有可能算 M 会比较好。uh-huh. 他说就是在线上好像大家都用多少大盲来打锦标赛，那你也是用多少大盲打的锦标赛，而不是看积分牌的。 对吧？对，就是就没有算 M。 那 M 的意思是说你可以怎么说 ？N 就是你可以看打几圈的牌啊，对。那你这样是把大盲、小盲跟前注都有算进去。对，一个 M 就是你一圈所需要花的筹码量。那时候就会，我忘记这是谁想出来。然后那一个 M， 那可能他就会有一些策略，说你几个 N 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那这边庄家位的 Adams 在翻牌键加注 K 十的牌 ，Smith 用54。做了一个防守，在这边 Smith 中了中对一对四。那 Adams 的牌力也是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状况，那很有可能是领先对手的范围，可是他没有任何后门的听牌，但他还是选择持续的下注。他的听牌就是 Two Over Card。
那史密斯这边势必会是一个跟注。但转牌会有很多牌会让他变得比较难打，因为基本上转牌有六成以上会开出，六七成以上开出比四更大的牌，但是他掉了一张四，所以他现在中了三条就不用担心了。那我们的 Adams 被对手跟住了一发之后，那在转牌掉出一个叠牌四，不知道会不会再选择一个小额的 C 倍，因为如果掉出这张四的话，如果掉出这张四的话，我们的Dance Miss 如果有一些顺子 Miss 的话，是跟不住他的第二发持续下注的。那在这边，我们 Smith 做了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策略，他在中三条的时候，在转牌下注了一个，主动下注了一个三分之一的尺寸。这招不错，可以学一下。啊，这边 Adams 选择跟注。我们在昨天有看到 Hushen 有做出一样的事情，不过是没有中的。那这边是Stan Smith 中了一个三条，选择主动下注。那这边如果 All In 的话，我猜 Adams 是一个轻松扣一比一的底是中了顶对，应该是不会盖给对手。那现在 Smith 还剩一个 pot size 的注可以下，跟底池差不多，也是80多万。535。那他选择下注535000的几分牌。但是Smith这一个这个方法，我觉得算是蛮新颖的，是我一个没有想到的一个套路，我觉得蛮不错的。这两个 bet， Adams 这边应该是在想跟注还是想 all in 呢？要选择直接，要选择跟住。还是选择 raise 呢？他好像选择 all in 了。嗯，他选择推 Smith all in。然后他觉得这边 Smith 手上有一些买顺买花的组合，在没有击到的情况下，在合牌是想偷底池。哇、wow, ，Kenny 又有牌，这是他第二次拿到了 KK。对啊，我们这比赛也只进行了一个小时。对啊，220把才拿到一次的牌，他一直拿呢。勾勾也有拿到过。对。那这边他下注到135000。那我们的 Peter Jetten 有一个 K 9红心。K 九红心，激进一点的玩家不想打翻牌后的人，很有可能会这边选择三比欧赢。Jason 他打的比较紧，对，他一般欧赢打的比较少一点。他在这边就是，如果一个玩家会决定欧赢的话，他一般都是平跟的。对，那我之所以会说到这一点，有一个原因就是。紧的人会利用自己的形象，那 Kenny 又是一个松的人，所以有时候
我看过就是要很紧的人玩了一整天，然后突然 all in 一个二七 off， 然后就觉得哦，利用了整天很紧的形象，我你会盖给我，就可能对方啊，对方可能也很尴尬说啊，没办法，个 A 圈，我知道你牌很大，可是我还是要跟的这样子，所以还是不会这样。哇，求了求了，这把求了。那这里看见我们整个扑克牌里面只剩了一张 K 被发出来了。这边 Kenny 他是中了三条 K， 然后 Jetton 这里是拿了顶对。那我觉得这边会有一个很小的下注。好，在36万里面 ，Kenny 只下注了8万。那这边有效筹码大概是15、16个大盲。Jetton 我觉得是这把是逃不了了。这边选择直接 all in， 或者你要跟住啊 check raise， 都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边我们看见 Jetton 直接加注了20万的积分牌。那在这个比较湿的面上，我们可以看出就是有很多可以买顺的组合和买花。那这里 Jetton 他觉得自己暂时是领先了，所以来了个加注。我总觉得 Kenny 快笑出来，怎么我顶三条还被 check raise？ 对，运气太好了，天上掉了一块大饼砸到自己哦。这个应该我觉得会是个 call， 然后turn 等 Jetton 自杀。那这里 Kenny 选择跟注。我们的能不能掉一张红心十、红心勾，让 Jetton 有点机会？哎呀，这里出来一个黑桃二，狙狙。那 Jetton 这边也不会 care 对手没有 first draw， 这边顶对打完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他这边没 all in， 才我觉得会才这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这边应该就是会直接打完。那我们看见。Jetton 他后手也只有剩795000的积分牌，然后这个底池已经是达到76万了。那这里 Jetton 选择下注30万的积分牌。那我觉得 Kenny 应该就会 all in 了，因为他毕竟太担心对手会不会有一个黑桃，他不会让对手免费看这个 river 的，而且。对手已经算是深深的套池了。啊 ，Kenny 选择 all in。Jetton 在这里没有办法弃牌了 ，call。天哪，这个真的是。对，再没有。散不掉的。黑桃的情况下，这里 Jetton 他是 drawing dead， 就意思是说没有任何一张河牌可以帮助他了。那这里我看见 Kenny 又打淘汰了一位玩家。这里现在我们主赛200万港币买入的传奇扑克主赛是还剩三位玩家 ：Timothy Adams、Brian Kenny 和 Dan Smith。那这里庄家位的 Adams 手持圈九，选择加注到135000的积分牌。然后看见这里 Brian Kenny 直接把 A3 在小盲位的牌给弃了。那有些玩家会考虑在这里跟注，但是在小盲位的范围里面，这边应该是要打的比较紧一点的。然后 Smith 在大盲位现在是拿到圈七同花的牌，做了个跟注。那有些玩家说 A3 其实也算是一个蛮靠前的 range， 在小盲为什么不三 B？ 那其实 A3 off， 你要选择如果在小盲三 B 的话，其实你的三 B 的范围就会有点太多了，那反而就会造成一个让对手攻击可能势必你的漏洞。因为假设你说你 A3 off， 你选择要三 B， 那你的 A4 off， 你的 A5 off， A6 off， 就所有的一张 Ace 你都要三 B， 那你的小盲三 B 的频率就会变太高。
那而且很多时候，现在的趋势也是很多人会抵抗你的三 B。那你可能在排力不够强的状况之下，你在没有位置的时候，你会遭遇到很多的问题。对，现场的那些比赛，很少看见就是有位置的玩家会弃掉一个小盲大盲做的三 B， 他们是情愿打翻牌后的过程，因为有位置的优势。尤其筹码越多的时候，他们就更会跟注的越宽，尝试在翻牌后集中一些牌，或是利用位置优势把你的筹码抢过来。那今天我们比赛刚开始就淘汰了三位玩家，第六名是哈利波特 Haxton， 然后呢第五名是 David Peters， 然后第四名是 Peter Jetton。那这个转牌我们可以看见 Adams 的手牌圈九超越了 Smith 的圈七，在这个面上呢，本来 Smith 是中底对的，现在在转牌 Adams 他是中了中对。那我觉得 Adams 这边应该会在后面 check， 那可是如果像 Bonomo 的话，这边就可能会做一个小注码一个 bet，因为在这边做一个小注码背，往往可以封锁，玩家在 river 的一些动作。因为其实我发现 Bonomo 最近这个招我蛮喜欢，就是他会做个小注码的两发的下注，然后，这样子的话，其实我觉得我是觉得好处应该会是，你选择下注的这个两次，假设你转牌没下注好了，那 river 对手下注，你会不知道要不要跟。那还可以进而获得一些摊牌的价值。那他在合牌也有可能可以就是代表一些他有可能击中的牌。嗯，对。庄家位 Smith 拿到了 A10 同花的牌，选择加注135000的积分牌。那我们这里到 Kenny， 他拿到勾四的牌，应该这里不会做个跟注吧？这一般呢，他们会拿就是可以买顺、买花的组合去跟注。Kenny 现在突然灵机一动，因为我们的 Smith 其实在 Button 加注了蛮多次，基本上每一个 Button 他都加注，可是也是刚好都有牌。那这个 Ace 同花，我觉得是一个4B All In 的一个范围，因为 Ace 同花算是非常非常的强啊，大概是前8%左右的强度。那这边 Kenny 他是拿了一手。如果对方有任何动作的话，他在这边就会放弃的底牌，去做了一个三 bet。这里他再加注到520000的积分牌，那这也是 Kenny 的突飞打法。嗯哼，然后看 Kenny 都讲灵机一动，突然就是来一个你想不到的事情。对，对他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有时候靠感觉，靠感觉的打牌。那在这边。我们看见他并没有任何一位玩家中到了对子，然后呢，在两位玩家没有中的情况下，这里 Kenny 会不会选择继续下注？那底池已经来到113万。那我觉得这把牌 Smith 也跟我想不一样，因为 Dan Smith 这把我以为他会 all in。因为我觉得他的有效筹码大概是200万，大概就是30个，哦，稍微还多一点，30多个大盲。在这边 ，Kenny 选择下注38万5000的积分牌，
那我在看这个决赛桌的时候，有些地方我觉得 Smith 是比我想象中打得更近。那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后门花顺的机会，没有后门顺的，有后门花的机会，还有一个 Ace 的 High 卡，那其实是有可能会去做一个 Defend。那可是如果在 Turn 没有中的状况之下 ，Kenny 选择 All In 的话 ，Smith 就会很难打。啊，这里 Smith 拿 Ace 高牌去做了一个跟注。转牌如果掉一张二啊六啊，应该 Kenny 四啊勾啊 ，Kenny 就会 All In。这边一个对子 ，Kenny 是暂时领先，一对四。那现在底池已经190万了，可是我们的 Smith 只有130万。那 Kenny 中了一对的状况之下，在这种三 B 底池，应该会选择直接 All In。而且他这种对子也蛮小，而且如果的确如果 Kenny 有大牌，他有 AAKK， 他有一些大的对子，他还是会选择 All In。所以我觉得这边 Kenny 应该会推了。好，我猜错了 ，Kenny 选择 check。那我们的 Dan Smith 有一个 showdown value 的 Ace High， 还有一个下面的卡顺，我们来看他要做什么决定。我是觉得这种有 showdown value S 还应该是会选择 check 了。那如果是一些比如说开不了牌的，比如说一些 K high 或者是什么，这边这三 B 底池也没有什么开不了牌，然后可以跟 flop， 就是一些没有开牌价值的牌。啊，这个河牌来了张 K， 在这里 Kenny 暂时，哦，他是。能赢下底池的玩家是拿了一对四，可是 Kenny 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领先。Sorry, what's the bet? 485。那这里下注485000的基本牌。Dan Smith 他选择在 Prefab 抵抗这个 Ace， 然后在 Flop 又抵抗了这一个 Ace High。那 Kenny 这个下注这个尺寸是很有可能让他 Ace 会选择跟注。对他来说是非常的便宜啊！啊，确实在这边 ，Kenny 拿了一对四，是最小的，也是正面上第四个对子。第四个对子做了一个价值的下注，然后被 A 十还跟了。真的是灵机一动啊！啊，好，刚讲完就来了一个可以翻倍的手牌。那八八，我觉得这个牌力有点太强，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可能会直接 all in， 那有可能会选择 open， 然后被 all in， 当然就跟了。那如果他选择直接 all in， 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选择一个最小的一个加注。那基本上八八大概是前6%的牌啊 ，Kenny 要 all in 了，
那如果 Kenny 这一把 A 八再中 Ace 的话，就真的是天选了。两个人的牌力都非常的强。Owen。好，现在我们的 Smith 的手牌是压制我们的 Kenny。Thanks, brother. Who you root for, me or him? No, not me. That means Ace is coming. Over the Ivan Leo. Not you. Ivan brought me the lucky. 看起来很像黑社会老大，私底下却非常非常 nice 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玩家，也是去年我们亚洲 GPI 的第二名。Okay, one to lose.Cheap one, okay to lose. Kenny 在对手集中了三条后，还有一个后门红花的机会。今天 Kenny 的运气真的不差，我们看一下河牌。这个真的是。哎，这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办法，都笑出来了。啊，这幸运女生今天是站在 Kenny 这边，然后呢，加上牌又打得非常好，那就是很难挡住她。今天有可能是我们主赛的冠军。平常打都打不赢，运气这么好怎么办？好，我们这边有一个双方看起来是要对决的一个手牌。那如果 Adam 这边加注的话 ，Kenny 应该会三 B， 然后应该会是一个在番前打完的手牌。那我们的 Adam 选择 limp 一个 S Queen。那我相信 Kenny 一样会保持他的策略平衡，加注一个四个盲注。那这里看见 Kenny 选择再加注为25万5千的积分牌。这边秒跟他有 pocket tens， 哇 ，Adam 这边算是也是一个冤家牌。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Adam， 如果筹码翻倍的话，那今天会更好看，因为大家筹码就变拉了更近了。那如果我们的 Kenny 赢的话，就会进入我们的单挑。那这里 Adams 希望看见任何 A 圈在我们这个翻牌面。那这里确实出来叫 A， 这里是 AK 勾的面，现在任何圈是会变成 Kenny 的 outs。那现在又多了两张十，可以让我们的 Kenny 变成 full house。现在我们观众朋友们都相信我们这是直播了，而不是录播。对对对，绝对是直播，不然我们一定会把刚刚那段剪掉。这个应该算是一个人生很大的污点呢。希望大家不要把这段影片传出去，真的是非常的抱歉。那这里庄家位 ，Kenny 拿了 K 九，加注到135000的积分牌。那这里大盲位 Adams， 我们看见他拿到的是 K 圈同花的牌。K 圈同花，
大概是前15%。那在三位玩家在这桌上的情况下，这 K 圈是很强的牌力。哦 ，K 圈是10% ，K 勾同花才是15%。那这边他跟注是35000的积分牌。那这里发出来是勾勾八的面，在这里 Adams 过牌给 Kenny 也选择了过牌。啊，这个转牌来了个2。那在两位玩家这翻牌都选择了过牌 ，Kenny 呢，他应该还会觉得他的 K high 在这个面上还是大的，因为对方当然是大盲位的 Adams。那 Adams 应该也会觉得自己 K high 是领先的，所以我相信如果 Kenny 这边试着要投机的话 ，Adams 是很有可能跟一张的。可是如果 Kenny 敢连打两发的话，很有可能就可以收下底池。哇，这个 River 中了一个 K， 那我觉得 Adams 这边蛮适合下一个大的一个注。因为他应该要想办法拿到一个价值，我觉得可以下一个，可能是35万的一个满池的一个注码，因为对手在 check 两次之后也没办法对你做一个太多的 bluff。在这边 ，Adams 他选择下注36万，正好是满底池的下注。这个 bet 非常的棒，下注了一个满帕，要 value 对手的一些手牌范围。那 Kenny 这边应该是不会弃掉，因为毕竟中了顶对。Kicker Play， 我们的 Adam 顺利收下了这个底池。